来自天狼星信息。关于分享才能让更多人获益，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问候亲爱的人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见到光之工作者已落实他们的工作，带领人们进入新时代中。不管世界形势如何，他们都能了解在觉醒进程中所需要的帮助。重要的是，人们不允许这混乱和破坏从涉及到光与爱的工作中吸取他们的能量。黑暗势力最终将发挥自身已经失去的力量来创建更多的恐惧。在这方面，尽管战争明显的威胁，而他知道这将不再被允许。光之银河联邦意识到所有超级强权的意图，我们将会阻止任何尝试启动的全球战争。光之能量已有如此的不同，许多与战争机器相互连接的灵魂也已经历了意识上的转变。你们可以期待去听到有关军事活动的理由和对无辜平民的不必要攻击所表达的怀疑。这一天即将到来，在你们生活中的任何地方将不再有战争和支持它的一切。我们请求那些在圣光的你们继续聚焦在所有正面的事情上，如同你们所表达的爱就是最有效和最强大的武器。你们所有人都提升振动，那是你们带来新时代应运而生的保证，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体现。事实上，它超出了已经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生活方式是没有办法可以回到旧的模式。神圣的光和爱与智慧正渗透到所有机构和政府里的公司以及私人领域，在过去那曾被接受的，现在都受到质疑，这是否对每个人来说是最佳的利益？那些试图延续旧方式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维持金融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腐败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已经被发现的，真相最终会走出来并冲击到许多对他们信任的人。一个新的系统将会被推出，并将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运作。我们的盟友继续更大胆地在他们的行动，透过他们所努力的工作，以便在介绍给你们的转变中寻求更多的支持而获得更大的力量。事实上，每个世界的你们都掺了一脚，所以你们越能够快速地放弃任何陈旧 3D 模式的附着物，也就越能够快速地提高进入到更高维度中。为了清理自己，过去的业力问题会重现在你身上，如果你能够改变自己的态度，它就会变得简单，包括你对他们的想法。而这个改变的标准便是停止不断的评判，同时确保你自己的行为和话语都不会携带任何的威胁或者伤害加载给其他的生命。宽宏大量的邀请是值得你反复推敲的，因为我们明白以情绪和感觉为主导的存有，你会发现很难不对挑衅的行为做出回应。愤怒和这类的回应被认为是人类特质的部分，只是如果你不加以检视的话，它就能够伤害到你的身体并带来疾病。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告诉你不该保护自己，其实有时候更好的方式是远离麻烦。事实上，当你们携带更多的光，你会发现你们生活的压力会变少，你们更高的振动也会给你周围的一切带来平静，你也会越少遭遇到身体或言语上的攻击。任何事物都无法伤害你，除非你自己吸引了它。这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业力的体验，而它能够在任何适合的时刻发生，那时便是呈现它们自身最好的条件。
请牢记在心，当这种情况发生在朋友和家人之中，在某些角度他们都包含在了其中，那么每个人就都能够轮流从中学到一些经验。我们不厌其烦地强调，业力从来就不是种惩罚，而一个在生活中呈现的课程，为了帮助你们取得灵性的发展，为了从它获得一些价值，你也完全无需一定要去亲自经历每件事情。只要在你的行为中，把自己设定为充满光和爱与智慧的好榜样，其他人就会看到，从中所能够带来的收益、取得的好处或利益。对于你们之中，那些庆祝复活节的人来说，它所代表的含义就是让你们想起曾经行走在地球上的那位伟大导师，他的到来是为了向你们展现，当你抵达这种存在的层次，能够以无条件的爱表达自己时所能够取得的成功。爱无所不在，当你了解自己在二元性的世界经历了许多次的人生旅程时，你就会明白，如果你想要进化自己的话，这是唯一的道路。你们已经倒退了许多步，直到自己再次发现前进的方向，就是因为这么做，你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不至于失去自己的方向。目前，你们的道路，由于持续不断抵达地球的提升能量，而变得更为简单轻松。他们会继续下去，直到你体验进入更高振动的扬升经验。当你们取得在第五维度中的位置，你将真实的成为一位如此开明的光之存有。即使那时也不是你提升的尽头，因为直到你回到伟大源头前，这个旅程都永无止境。所以，这也是一条漫漫长路，而事实上，你才刚刚回到圣光力量的怀抱中。你们当前的任务是不断保持对圣光力量的精神焦点，实现自己离开二元性的心愿。朝向圣光之路的工作，有时候看起来会显得是一个负担，因为它需要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甚至在交朋友的时候都要更具有选择性。我们明白对你来说很难独自享用知识，除非你被邀请分享它，但是当情形条件被设定好的时候，其他人就能够从你所知道的知识中获益。一旦你发现了真理，就很希望在屋顶上大声呼喊让大家知道，但是个人必须抵制这样的行为，因为这样的做法有可能让那些还未准备好接受他的人产生针对你的行为。没有必要匆匆忙忙地把真相带给世人，因为生命是无限的，而且一切事情都会在合适的时机发生，也一定会在正确的时间。然而，也不要与那些你察觉已准备好的人打消寻求分享自己知识的念头。也许会有那么几次会让你有种愤怒的反应，但是请让他离开你，并衷心地祝福人们能够获得爱与启蒙。所有的灵魂最终都会发现自己真正的道路，并且他们此刻所获得体验也只能在未来帮助到他们。我是来自天狼星的 SLUSA， 看到许多的美好正在地平线的那方提升你们。它会迅速的到来，并且会让许多的人感到惊讶。仅仅只需要一个主要的转变的已公告，那么剩下的一切都会迅速的陆续到位。我们对于你们已选择与圣光工作的道路和这份美好的责任心感到敬佩，我们都是一体的，而你们当然也是我们中的一员。就在你们向我们发送爱的时候，它立刻就以十倍回赠，而且我们也感谢你们这么做。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